是我们这个 SPH 华语名称呢叫做宁静振动疗愈和启蒙技术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我们就用 SPH 来很简单来讲。可是其实不管你是相信佛教还是什么教都好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工具呢是真的是帮你成长，然后帮你要适应一些比较富足啊、比较丰富啊、繁荣的生活啊，或者是可能你要比较一些吸引一些比较你要很理想的那些关系，或者是比较和平的生活。